45，驾驶员当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的时候，这个应该就是在高速或者快速路上了。车距应不小于多少米？咱们科目一里就说了，速度超100，距离超100。哎，速度低100，那应该距离也是50米开外。但现在呢是正好100，所以它的车距应该就是100，不小于100。